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的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神，真破坏之王。Hello，今天呢要来玩我们的 Minecraft 宝可梦模组生存。Hello，下雨了吗？没有下雨，没有下雨。那么今天呢，龟缸呢一样没有来，毕竟死人要怎么来呢？计算是我们已经有我们的坐骑，我们的坐骑了，坐骑山羊而不是。嗯，来吧，挣点经验，早点变烈焰嘛。火焰轮，火焰轮。好了，火焰轮，哎，好痛哦，痛很痛。我觉得我机会，哎，怎么这样？玩到咕咕哦，把它念力。Rocky，Rocky，Rocky。电光一闪，我比较快。李轩，你站住我！你看他，等一下，他录我。对啊，你看他掉这个，可以做宝贝球了，可以做给你用的球，虽然有可能还是会被我用掉。还满了。回我家，先回我家，我家就是全家，全家就是我家。
有了第一个进球，哎，李轩，我自己都吃精灵球了，我先抓宝可梦，用自己做精灵球抓，怎么？Emotional damage， 对，他一招把我就他一招就把我干掉了。他是你啊，撞技师，直接一枪把我撞他。好了，我陪你玩一局。对，他一招就把我打倒了。虽然我拿出里面第二枪的。如果我，你看我现在派出我里面最强的怨影娃娃，那这个我还打不赢的，这个我还打不赢，这个我还是如果我这个还是被他一击打倒的话，那我就真的无话可说。哎，我直接把他一招干掉了，我一招直接把他打死了，一招又蛮强的。哎，不是，我把他打到剩一滴血。
然后他把我干掉了。哎，是一滴血掉，说我现在。喂，你要重录。哎，是一滴血，看这我自己做的，你觉得我能动？你觉得我能打？你觉得能抓他吗？能。他是一滴血。走，走，走，他挣脱出来了。跑出来了，开玩笑。重击。我被干掉了。全灭。王干。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不妨帮忙按个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